就嚟到呢一个市场前啦。点解呢？因为我要去呢度，睇唔到系咪？呢一个 La Vista 嘅 Hotel 啊。咁我哋一路行一路讲啦。点解今次咧我会嚟住呢一间酒店呢？其实原因好简单啊，系因为我之前咧嚟丰州市场食嘢嘅时候咧，见到呢一个广告。就是这个了，2022年7月9日 Grand Open， 然后呢我是被这一幅图夜景温泉图呢吸引到，然后我就决定要试一次。因为呢除了呢它呢可以一路望住夜景一路浸温泉之外，它呢这里的早餐呢也都是很出名的。出名啲乜嘢？一阵间你们就知道了，我们废话少讲，即刻 go go go。站咧就喺呢度啦，然后咧丰州市场其实沿住呢度依边直行咧就系丰州市场啦。咁今日点解冇人呢？因为今日系休市日，今日系星期日嚟嘅。咁我哋而家即刻入去 check in 先啊！lobby 好宽敞啊，仲有位坐。而家咧為咗保護環境咧，有陣時有啲梳啊或者係牙刷咧都要自己拎嘅。不過呢度咧牙刷應該房間有啦，淨係攞個梳同埋攞條側邊嘅，一陣間攞嚟浸温泉用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嚟个 room tour 先，睇咗。咁一入到嚟咧，就有个洗面台喺度啦。因为而家咧好多嘅新设计嘅酒店咧，个洗面台同埋个厕所都分开，咁可以方便翻啲人咧，即系屙紧啊 ，sorry， 去洗手间嘅时候咧，另外嘅人咧可以啊都用到个洗面盘刷牙洗面。咋咋，咁嚟到呢度咧就系冲凉嘅地方啦。因为呢一度，哎呀，唔好意思，冇化妆算。咁我要遮住我个样啦。呢度咧就系洗面盆 ，open， 哦。咁呢度咧就系简简单单嘅一个房间嘅设计啦。咁呢一度系床，鬼唔知咩。呢一度咧就有张 sofa， 咁咧呢度咧个景色仲可以望到东京湾噶，虽然系得少少一片仔嘅东京湾，唔紧要啦，我都唔系望景色嘅人嚟嘅。咁呢度仲有电视，咁咧呢度咧有温泉浸噶嘛，咁所以咧佢已经准备好咗毛巾啦，同埋袋俾你，咁你可以拎去冲凉咁就得噶啦。咁佢呢一个咧，仲可以系你可以换咗呢一个系喺馆入面着嘅衫同埋裤。咁我要准备去浸温泉先啦。啊，另外呢度就仲有杯啊咁样嗰啲咯。咁同埋有个雪柜喺度。咁佢仲有垃圾桶添。系啦，仲有呢个热水壶，以上 des。又到了我们善长人菇的时间了。点啊！见到我哋嘅新片头，系咪觉得我哋嘅片头好靓呢？咁呢一个片头咧，我系用 Demola 呢个软件咧去剪嘅。咁其实间唔中咧都会有人 DM 问，喂，其实你系用咩剪片软件，用咩拍片噶？咁拍片方面咧，我用得最多嘅一定系我嘅 iPhone， 我系用紧 iPhone 13 Pro Max 嘅。咁而剪片方面咧，我一直都系用紧 Wondershare 嘅 Demola 呢个软件。咁好多谢佢嘅邀请啦，今日我就喺呢度示范俾大家睇点样用 Demola 剪一条。片，咁我哋事不宜迟，即刻 Google。咁我哋首先就开咗个应用程式先啦，加翻咧我哋想剪嗰条片入去。咁加咗条片之后咧，直接拉落去下面呢个影片嘅格就 OK 噶啦。咁你见到我头先嗰条影片咧，我喺呢一个位咧会系有一个移动噶嘛？咁呢一个点样做呢？好简单嘅啫，喺呢一个位，我首先会 snapshot 一张先。
咁然后我将佢剪开佢，将佢咧冻结咗个画面，咁呢个画面咧就会静止咗，唔识得喐噶啦。咁然后咧我就将佢退底，退底咧我啱啱就做咗噶啦。咁我就系用呢一个网站去做嘅，呢一个退咗底嘅相拉咗落去之后咧，我就会将佢摆喺上面呢一行。为什么我会放在上两行不是放在上一行呢？因为我一阵间会将在中间夹一些卡通，而它的概念呢就是上面的会搭住下面的，所以呢我想将我这个退了底的我呢在那个卡通的上面，所以呢我就会将我自己放在上面。在这个时候呢 Femora 真的很帮到手，因为呢你就可以在这里呢，例如我已经揀好了的这个卡通啦，你看到它的字体其实都有很多的选择，不需要说你自己一逐个逐个去创建，所以这个是我非常之推介 Femora 的原因，我也对它爱不释手的原因。然后呢我就将这个我揀好了的这个卡通底放在我和我之间，好了，将它放了下去之后呢，我就想做第二件事，就是移动我有一个移动了。咁想点样移动我呢？首先按两下我自己，添加第一下呢，我因为我係想一开始呢我係停喺呢度嘅，因为我唔想遮住啲字，咁所以呢我就按两下我自己，将佢我自己呢褪过嚟呢边。咁但係直不甩好奇怪㗎嘛，我就将佢转一转，同埋呢拉大啲，驚人睇唔到我呀。咁你就可以试 play 一次啦。哦，唔错喎，呢一个二飞嘅字咧都系可以改嘅，咁然之后我就打翻做二，唔是打错字，二，咁样咧一条影片，哇，就完成咗啦，系咪好简单咧？咁然后你可以按个人需要咧再执一执条片。如果你一直想剪片，但是又不知道怎样入手的话，这个软件非常之帮到你。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在我的 info box 那里 download 来试一下。我们现在即刻去浸温泉先，我想着早浸一次，晚浸一次，听朝浸一次，临 check out 之前浸一次。好靓啊，到了啦，14楼呢就是这个浸温泉的地方啦。哇，好靓啊呢度！而家去揾嘢食先，其实酒店都有嘢食嘅，不过喺酒店隔篱呢边，呢度可以买嘢食，跟住望住咁靓嘅风景啊！呢度有个流动 DJ 车，仲有呢啲 counter 嘅位置。哇，好大杯啊！顶点又薄，哇！果然是世界第一 fish and chips 啊！猪呢个叫咩话？死啦！rib 啊，嚟咗啦！呢个系400 gram。仲有呢一个咕咕 pasta， 好香啊！
夜晚可以睇埋 Rainbow Beach 彩虹橋啊，好靚啊！跟住呢度咧就有東京鐵塔，而夜晚就會係望住呢一個景浸温泉啦、啊。可以一路食雪糕，一路望住咁靓嘅景。酒店咧10:30就会提供呢一个 Unity Sofa， 咁就免费嘅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、こんばんは。呢度咧可以自己揀湯底，有葱啦、海苔。我食面先啦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早晨，明明天黑，點解我講早晨呢？因為而家係朝頭早5:00啦。咁但係咧，因為咧，我就諗住去呢一個豐洲咧，去睇佢拍賣呢一個吞拿魚啊，所以咧，我就5:00起身，因為佢5:30 start 到。耶！咁我哋而家入去啦。哇！啲人已經喺度好努力咁工作緊啦。接下来就可以这样出入去。不给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撞板王。原来呢他是要呢上网抽了飞呢才可以看到买这个吞拿鱼的。我又蠢了。好啦，那我现在是5:30左右啦，回去酒店6:00吃早餐先。嬲啊，又好嬲啊。呢度就是壽司大啦，已經有一個人咧喺度俾人登記寫名啦。幾早啲人？其實而家5:09嘅啫。兩個人又係想去登記名嘅，但係嗰個人行開咗。真係5:09嘅啫，咁早起身呢啲人，為咗食壽司可以去到咁早，真係好方便啊！而家又翻到嚟啦，而家準備入去食早餐。琴日食呢一個 soba 嘅地方咧，就係食早餐嘅地方啦。哦，呢度就係食 ice。呢度有好多刺身嘅，仲有一個啦。嗨，康巴吉，哦，仲有煮野菜啊，蟹肉燒賣，仲有鵝丁啊！朝頭早有鵝丁真係好少見喎，好想食個蘿蔔啊！仲有蛋啊，啱啱好燒多啲啊！仲有天婦羅花。呢度是豐洲苑，頭先是麥田苑，好搞笑。黃金比例是7:3啊嚇，飯七，呵呵，我會調轉咯。豉油多到耶！呢个就系我嘅早餐啦，有自家制海鲜汤，7:3，7:3咧系七
七比三系七，三文鱼子，三米八 ，OK？ 好正啊！望住咁靓嘅景色食饭。晶莹剔透啊！哇哇哇！呢间 Nabista 咧，我住过之后觉得非常之满意啊，尤其是佢嗰个早餐海鲜档啊。如果你要喺丰州市场食一碗海鲜档，起码都要2000多 yen 啊，只要食多两碗，简直就已经赚咗个酒店住宿费啊！咁今日条片就嚟到呢度，如果你都中意条片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指赞好、订阅同埋留言啦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 ，Goodbye。